插画家詹永晴以独特的眼光将观察到的邻里特色借由画笔呈现出独一无二的画作。新竹市议员李延慧和插画家詹永晴合作，陆续推出新竹市北区30里的手绘插图。北区里面其实有很多很丰富的文史景观，然后有一些这个我们现在喜欢讲的秘密打卡点，但是呢，大部分的人可能不是那么清楚。那透过安琪拉的眼光，因为他现在已经是一位有名的插画家了哈，他4年前的时候可能大家还不是很认识他，那时候我就请他画了一张北区好好玩的地图。那今年呢，我们就更扩大更进一步，我的选区北区里面刚好有30个里，那我想请他用他的眼光来发现出每一个里的特色。所以呢，我们这次是北区30里里面好风景。新竹市议员李延慧表示，作品中有一些是大家一看就知道的著名景点，也有一些是名不见经传的角落，是真正的里面好风景。希望有兴趣的朋友可以透过他的插画实地去走访。北大教堂其实我每次都是经过而已，但是我这次有进去，然后去进去的时候，那里面的神父啊，他们就会跟我聊天说，你是本地人吗？或者是外地人这样子。然后还有就是北门炸柜，那北门炸柜其实我也是一开始都是跟着观光客去吃，但是这一次我就去跟老板聊天，然后去问他们说，你们在那边多久啦？然后跟他们聊聊天这样子，然后就是坐下来，然后在那边享用那个他们的炸柜。这项活动计划未来公布里面好风景 Google 开放式地图，欢迎爱好的朋友上网查询或是上传个人心目中的里面好风景，一起创作丰富北区生活。凯波新竹万事连采访报道。